第二十三题，蓝雅斯利 F 转动天然气瓦斯管的开关把手，如右图所示，则它施力所产生的力矩大小为何？我们知道力矩的计算方式是力臂乘以力，而所谓的力臂是支点到力线的垂直距离。在这题里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力线，力的作用线。那么支点呢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，那么它垂直距离就这一段，也就是我们的 D2。所以我们的力臂乘以力就是 D2 要乘以 F，F 乘以 D2。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则它施力所产生的力矩大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F 乘以 D2。